那个被电池照到，我还以为是鬼、欸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我看起来有那么可怕？你被那个像素点照到，我还以为是鬼。香菇，你也试试看，跟鬼讲话。有，刚刚我说过了，我说过了。哦，你有说过了。他的反应是听到了不回应。你读不回。对。妈，好没有礼貌的鬼哦。这是妈妈的脸。灯带亮了，灯带亮了，有人要死哦！我蛊惑鬼魂照片，成功逃获猎杀。有韩文吗？目前只有那一个，没有。我们现在只有紫外灯。紫外灯，嘿。那我勉强猜。然后，东林和是谁？如果我还蛮想要拍到，我想再挑战一下。好，我想再挑战一下。现在再挑战一下好了，好。再找想办法找一个证据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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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开始有点害怕。开灯。怎么起来？完了，我被锁外面。好吧。哎、欸，开始连续猎杀哎，你们又挂了。已经挂了，看我，他走了。我没有买保险。我还以为猎杀会结束哎。只是点个圣母就不出来。你这是哦，是你，笑死。你这丢鞋，这随便拆一个，拆随便拆一个，拆。太多了啦，紫外灯这样怎么拆呀、啊？那我要拆一个女妖好了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用臭鞋子。哎、欸，对了，死掉的人也可以拆哦，死掉的人拆中也有。中了，中了。中距离。竟然拆中女妖，太爽了。拆中了。不是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死掉也可以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死掉也可以拆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是因为我猜过，我猜有猜到。